嘅嘢都上市，即係起碼介紹我哋啲產品俾香港市民知咯。好啦，即係南邊緣嘅農田就環境好靚嘅。四年前咧，將梅窩就好積極咁樣推廣呢個有機耕種。咁啊，絕對係冇化肥、冇農藥，同埋亦都冇基因改造。咁啊，仲將健康嘅食物啦，就推廣俾香港市民，係咪啊？係啊，爽甜嘅。嗱，其他車嚟嘅係粉同埋水多。我哋協會咧就提供農地啦、種子耕種嘅工具。咁然之後俾一班有心耕種嘅婦女。咁咧，裡面嘅有一個 profit 一個利潤咧，我哋俾翻一班農婦女嘅。中國市民，我哋買到我哋大嶼山優質嘅有機蔬菜咧，從而佢哋都做緊善事嘅。推廣翻本地嘅農產品咧，係咪？即係今次嚟個主要目的咧，係俾介紹多啲唔同類型嘅產品咧。即係除咗鮮食，我哋都有啲加工嘅，即係好傳統嘅加工品咁樣。咁啊，希望可以即係吸引多啲人去嘗試，去支持我哋本土嘅農產品。在香港嘅農業咧推廣一下啦，同埋我哋本身做咗文化研究，亦都研究嗰啲嘅農業政策。咁我哋發覺其實農民嗰個生活需要都好需要嘅，同埋點去令到農耕可以即係推廣到俾本地人認識更加多。所以我哋同呢個 Sunny Hills 一齊合作去做呢個農推。公司的 background 開始都是跟農區有很大的 connection。四個 founder， 大佬想幫細佬和另外兩個細佬都是 farmer， 在台灣都是 direct 和 farmer purchase 啲菠蘿啊。所以我哋在台灣都係同farmer到好 close 好 close relationship。咁到咗香港，我哋諗住可唔可以做除咗要做生意，我哋可以做一個運動啊，對 neighbor 啊，對香港有加分嘅，有幫手嘅。所以諗到可唔可以同啲農區嘅 association 合埋做咁樣嘅 farmers market， 俾人哋除咗賣嘢可以。touch 到啲 local farmer organic ingredients 咁樣啦，其實好簡單啫。最希望咧能夠即係透過呢啲小農區咧，等人哋香港知道咧，香港農業其實都好繁盛嘅，好繁茂嘅。我哋可以支持多啲有機農業啊，同埋佢哋嘅新農咧，就睇到咧，其實農業對香港本土嘅經濟都有幫助，希望更加多人會參與咯。就係咁啦。我平時食。諗咗個杯叫佢俾個真位佢啊！不如冇咯，